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是小丽吗？哎，是。我是欣姐。啊，欣姐。Hello。Hello， 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一起约个饭呀。天啊。你好忙啊。明天我一天都有空哦。当然有空，一定要有空。那你明天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带过去。汤吧，豆腐汤。啊，豆腐汤。好的，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到。嗯，好嘞，明天见。见。拜拜。我带了泰康来找小丽了。Hello， 哟，来了。是我的阳光，一定就是你。哦，我等你了，等了，你等一下。那你昨天点了泰康。哦，谢谢。不算很堵哈。没有，最早上就来了。五点就来了，那时候也挺堵的。在录呢，干啥呢？刚好身边朋友都是，你不是东北的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你。是的，来给我放到我的小盘里。谢谢。是吧？咽口水。哦，好好吃啊！但是有点凉了，五点来的。你平时喜欢吃泡面吗？几乎每天都会吃一碗，就可能晚上回到家很累，然后肚子又饿，所以我就会把泡面囤的比较多一些。那晚上吃泡面怎么办？我们做艺人辛苦，就在这里。Hello， it's me。就是又要工作，然后呢又要保持自己的体态，对吧？说了你一天工作不吃东西，你一整天消耗的热量也挺多的，对吧？那你多多少少得补充一下嘛。我感觉这话像不是对我们说的吧？对谁说的？对谁说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看你那个微博粉丝已经快到1000万了。其实我也希望在破1000万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福利能给他们。那如果你粉丝到1000万的时候，让你戴着假发拍照片，可以接受吗？啊？我觉得可以，如果粉丝真的喜欢的话，我那么诚恳。啊，可是1000万福利，你们就要这么简单的东西吗？其实我想要再跟公司申请，我想开个酒吧，就给他们唱唱歌什么的。那如果你们要求比较低的话，也是可以，就戴假发什么的。完。听老头的歌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你没听过这首歌？你看《还珠格格》没？我看过《还珠格格》，怎么唱啊？这首歌，你唱一个。我让你唱。我认输。第二题，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。你说嘴巴嘟嘟？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这是啥？你认输。你刚才都出表情包了。比较可爱版是吗？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在挥动啊。好，谢谢。我不是说偶像团体吗？偶像女团吗？我们这一趴就算你。我知道了 ，Something just like this。是的，好，你赢1分。叱咤风云，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。叱咤风云，我绝不衰，往后看。下一个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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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了。你是好好喝的吗？我很好喝，没听过吧？来，门在那边。你刚才唱的是高潮吗？高潮。你还要高潮？你从头听啊！你咋不从头听呢、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说，如果今天我是你的话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喝的不好，要不你唱吧？你说你这个头脑，绝了！好了，我唱一点。你是我的阳光，一定就是你。你是我的伞，你的伞，你照亮我夜空的星星。啊，我知道，你看我都接上来了，我真的听过。继续。我去。开始了。
知道了，这首歌太简单了，生而为一。完了，怎么唱来着？这首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这不是我的词啊。我就是胜利后裔，心中更像我自己，和自己的呼吸，浪迹生而为一。换我了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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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好，那我给他就过去了。行，给好友打电话，让好友说出野蛮你的小秘密，反正不能说你我他哦。那我打给我一个闺蜜好了，她叫陈诗敏。 Hello。 Hey, what's up bro。 干嘛呢？研究我的激情戏。哦，打亲师。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陈诗敏，有没有什么隐瞒着杨云晴的事情啊？说你有隐瞒我什么事情？我说你，你我们这个惩罚就现场宣布。爱是一道光，我要绿到你发光啊！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 I'm fine， 我很好，真的 fine。对，我很想要体验白富美的生活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不会有白富美这样的生活。但其实什么戏都能演啊，只要是觉得适合我的都可以演啊，不用什么女一女二什么的，跟 ABC 路人我也可以。